大家好，我是阿姆，今日教阮三哥出来吼，要创啥呢？教小朋友啦，波士顿补习班，波士顿，安尼你唔知看有着？阿姆要录下吼，小朋友最真实的那一面吼，小朋友最真实的那一面。因为今日唔知阿舅舅来甲接吼，啊，阮三哥，阮三哥讲伊会放松啊，我来听看卖咧。波士顿，老师，中三哥啦，也拍死。他会哄嗓哦。雨桐是谁？王五威是谁？老师好可爱哦，老师在哄嗓。我没看到人。小孩就是天使 ，Angel。他们在哪里？他们是这里是不是？舅舅阿木，舅舅要给一个 surprise， 真是卡手够慢的，真正是哦。下课啊，输人，真正是哦，下课袂当输人，安了解无？阿木舅舅哈，就是非常前卫哈，很开明的一个人。他菜嘛，别当输人，下课嘛，别当输人。老师好可爱，老师的话。嗨，我是谁？啊！我就是要照啊啊！多欢迎哎！你不知道我来对不对？舅舅站了快半小时哎，罚站一直在等你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看那个，我回去给你看我写的。看什么？来不及，我一定要去。阿、啊、你有吃饭喽？舅舅手足酸的啦，叫你出来啦。你不知道我要来对不对？你不知道我要来对不？怎么可能？你要住我们家？怎么可能会让你知道呢？你要住我家？没有啊，舅舅等一下就要回八杠了，怎么那么久啊？哥几个哈，两个小萝卜头，还有一个。我这次跟舅舅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考五科，如果480分，我就怎么样？啊好，绕口唔忙，甲观众朋友讲唔忙，480分要怎么样？舅舅要请他们，舅舅要请他们看电影。我等下跟你说一个事情。不行啊，我要等他出来啊，就是最自然的那一刻。怎么那么久啊？很久啊，他到底要出来？等一下，你叫他出来。不要跟他讲。妈妈的叫，嗨！快快快！我头都无认着人哦，那是我唔会认着啦。因为戴口罩，每个小萝卜头都长一样。哎、欸，走！好了，你先安静听我跟你说。人家他看到我多开心啊！你看到我没有吓一跳吗？没有。say hi 一下 ，say hi 一下。480分要。没。看电影。走。舅舅，你先安静，我跟你说一个。我跟你讲，那舅舅就知道了，他很认真在上课，你一点都不认真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得奖状。没有480。因为你看到我很开心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好认真。因为阮三哥做头前啊，阮三哥做头前，啊你为什么没有背包？在妈妈那边。来，上车。我没有400分。我是阿木，要载囡仔回去哦。来。我是阿木，其实就不，拜拜。拜拜。